開開始，始日出口罩啦。係最近好忌嘅，如果你出去你見到日出翻屋呢，企嘅通話，常呢個天都會有你少個少女紫好紫容地，我睇下校唔校到光易少冷少流先，感啊。係校唔到啊。係，校唔到都冇辦法，因為都呢度都好多人開咗燈啊，好多嘢都睇唔到。睇住先啦，應該咧天文台就講咗日出時間咧就6:45啊。不過今朝同我大家講話咁上下時間開咧，咁我開翻個播啦，咁大家可以睇下。講翻，其實有少少嘢可以講俾大家知嘅。以前咧，啲皇帝咧成日講咩紫氣東來啊，要將個唐啊，即係放喺一個紫氣調度嘅地方。咁紫氣東來點解咧？其實日出咧，佢第一浸咧，你會見到佢會紫色嘅。其實你會慢慢見到咧，佢未見到太陽之前啦，就會有啲紫色嘅光。咁佢哋就會嗰陣時咧就講啦。咁呢個就係一啲紫氣。咁咩叫東來咧？其實係太陽喺東邊升起啊嘛。咁佢會係喺東邊入落去，即係第一陣光照落去咧，個皇帝張床上邊啦，咁其實就會變咗係有呢個景象。咁所以點解嗰陣時啲人話紫氣東來咧？開始見到啊，其實睇下我隻手指喺邊度先，我都睇唔到自己隻手指喺邊度。呢度，我隻手指喺呢度，開始見到慢慢開始光。我呢邊就熄晒燈嘅，係咯，咁講翻一個日出嘅典故俾大家聽啦，咁可能有啲朋友仔都會聽過，講翻少注意事項啦，喺大東呢度鳳凰山咧，其實個體感比較低嘅，我都着咗好少衫喎，我着一件 T 恤加一件短袖，同埋一件普通褸啦，咁其實成晚都好凍下，又大風，咁所以如果真係有興趣咧過嚟嘅時候咧，咁記住要即係着夠御寒衣物啦。咁如果你驚太臃腫嘅，你最好帶啲貼身嘅暖包過嚟，同埋熱水都好重要。咁喺呢邊就盡量啦，盡量保暖翻咧，你會有一個好好嘅日出體驗啦。開始光啦，其實你見到，慢慢開始光。佢話就話6:45日出啦，其實咧喺之前一粒鐘左右啦，都會慢慢光翻起上嚟嘅。以前喺歐洲嗰啲睇日出都係，佢哋好搞笑，一下就爆咗上嚟，同埋太陽都好大嘅，係。今日又俾大家睇下喺香港鳳凰山上面睇一個日出係點啦。係啊，咁聽日如果應機應得慢，唔好怪我，因為真係冇瞓過覺。睇下。其實都好多人，而家我見到啲人都陸續上嚟咧，係就翻日出時間。今日有少少大霧啦，可能冇咁清晰啊，啲個日出係開始慢慢光啦，慢慢光係呢個要睇下。
日出都比較漫長啦，可以可以出去食翻個早餐，煮個早餐，食埋我嗰份咁樣，再過翻嚟睇。係。今日鳳凰山咧，唔一定要入夜先嚟，入夜先嚟咧就對於你哋嚟講，可能會慳翻啲時間啦，可以短啲時間去睇日出。但係其實佢呢邊咧，山頂上邊咧有幾個位可以扎營嘅。咁同埋咧，佢有個叫做避風嘅室啦。咁容納十零人左右。做乜好羨慕啊？唔使羨慕啊，因為真係好乸凍。係啊，所以哎呀，其實點解上一年咧會開始慢慢點解會慢慢去出翻啲日出嘅 pose 啊，或者去一啲露營嘅 pose 俾大家咧？其實就係想點講咧？呢兩年咧，其實大家都比較大壓力啦，同埋二嚟就係因為冇肺啦，搞到大家都走唔到出去出邊，咁所以咧都想俾多啲，即係香港上邊可以睇到啊，或者可以散心嘅位置咧，俾翻大家啦，咁就開心啲啦，大家可以開心啲去。睇啦，放鬆啦，同埋點解我咁中意睇日出咧？原因就係日出係一個希望，起碼每一日瞓醒嘅仲喺度，都係一個希望，所以都比較多去做啲日出嘅 live 啦。而家就開始做多啲植入式廣告啊！嚟緊，因為始終外賣不能夠再成為我哋主要收入，咁就開始做翻啲 live 啊，俾大家睇多啲唔同嘅嘢。係啊，咁有啲咩？嚇！大家有啲乜嘢好想喺外邊食嘅時候咧？咁又話我知，咁我就盡量去同佢哋傾翻啲團購翻嚟。咁嚟緊一月會有甜記餃子啦，有甜一刻啦，日升小食嘅狗西餅啦，同埋林林種種一啲飾物啊、科特嘅嘢都會慢慢做。咁總會有一日我哋外賣會停嘅，咁係啊，到時見到就冇太過驚訝，只係每日嘅方向都要走向唔同啦。好似開始啊，係啊，睇到越嚟越光啦，大家。咁記住得閒去睇翻我哋啲 TG 啊。睇翻我哋 Facebook 啊，留意翻啲團購，唔係好想係一個咁開心嘅 live 嚟做咁多植入式廣告，咁就大家留意翻個日出啦。啊，呢邊都多飛機飛嚟飛去，咁我哋有時候以為有流星，即係佢壓 Q 咗頂佢。咁順帶一提咧，自己帶嘅垃圾咧，如果上咗山咧，通常都唔係通常嘅，最好就真係自己入翻個膠袋，跟住一次過帶翻落山就最好，因為沿途都見到有啲膠樽啊、啲紙巾、口罩啊咁樣，唔 OK。
開始慢慢有個殘食啦。其實咧，呢、这個頭先講個典故啦，紫氣東來啦，嗰、那個典故咧，其實就係呢只蜥，不過佢如果冇咁大鑊，會更加似。你再等佢耐少少咧，佢個紫色咧就會更加明顯。哇！大家真係唔使瞓，要4個人睇，竟然有。係啊，如果真係咁啱屙夜尿起身睇嘅，唔緊要嘅，可以翻去瞓翻陣先，因為我都會將呢個 post set 翻做影片咧，大家到時可以睇翻咁樣。把聲係沉啲啊，因為成晚冇瞓啦，二嚟就係費事阻住人哋，係咯，阻住人哋去睇啊，或者拍片咁樣啊。有得意啊！佢唔係全部咧，都係咁嘅色嘅。你睇嗰邊咧，係會突然間黑色啊，再後邊少少係全黑嘅。你睇到全黑嘅，係咁啱日出個位咧，就會見到個。啲橙橙紫紫嘅色啊，咁啊比較大霧咯。而家喺個山頂望出去都比較大霧，可能會影響到陣間睇日出嘅時間。望翻只表先，而家睇下幾點先，睇唔到幾點，你等我一陣，立一立先，1:02啦。咁仲有半個鐘，個太陽就升到上天。咁而家係1:02，我諗大概5左右啦，個太陽就會升咗上嚟。咁我都會開始落山塊梳洗，同埋開始聽日外送嘅工作啦。啊，聽嗰度啊，開始越嚟越慘。個天開始越嚟越慘，越嚟越光啦，係啊。咁喺山頂睇日出都應該話喺山頂睇日出，今次係算第二次，真真正正可以睇到日出就係第一次，因為上次大帽山咧去錯咗另外一個位啊，所以大家睇唔到日出。去上到上天先睇到，咁所以而家就开翻俾大家睇下喺山顶睇嘅感觉系点啊？你见到都好鬼多人，四围都系人。咁反而喺白鹅啊，或者岩田灣咧，啲人可能比較疏，而家全部都集中晒10零20個石頭上邊，咁所以都比較逼真少少。咁睇翻啦，如果真係想上山頂或者上山去睇日出嘅朋友仔啦，咁就記住着翻多啲御寒衣物，因為真係唔經唔覺咧，好凍啊，會有低温症出現啦，咁所以就最好就真係足夠嘅御寒嘢啦，熱水壺就帶定，同埋帶少少有熱量嘢嘅，帶多少少有熱量嘅。食物啦，上去就好啲，譬如朱古力啊，頭先我都搞唔掂，都拍咗嚿朱古力，因為真係太凍，搞唔掂。呢啲係咯，咁最好就最少2、3個啦，或者3個先好去呢啲地方。
始終佢今次上嚟，我覺得個難度幾高，啲級好高，啲石級好高啊，所以有危險程度嘅，一定要有朋友一齊啦，咁就會安全好多。嗱，開始見到啊，好似紫色咁樣，睇唔睇到？而家畫面咧，黑色對上嗰行咧就好似紫色，啲人就會話呢行嘢係叫紫氣咯。係啊，係話好似有一陣紫色嘅氣喺度飄下咁樣。紫色嘅雲啦，有一陣喺度，我搞翻低少少個光線，咁樣咯，咁樣冇問題。有啲攰，所以揾嘢晾一晾。係啊，應該搭五左右啦，個月太陽就應該會出到嚟。得閒我再睇啲無聊嘅資訊，就再分享俾大家啦。關於日出，所以都幾靚嘅，弄到有啲手震添，唔係講笑。其實大家係未瞓呢，定係啱啱起身呢？同埋呢，如果你揀啲難度冇咁高嘅話呢，其實應該去大帽山嘅。大帽山呢，睇日出有樣好呢，其實佢可以的士上到去。最近嘅位置啦，咁行去扎营嗰个位咧，大概半个钟度嘅啫。咁嗰度咧个特色系咩咧？系啲云咧，如果朝早啊，某啲时段啊，佢啲云咧会置身喺你脚嗰度，比较得意，同埋几靓。佢有啲云海咧喺个山顶度。不過幾靚嘅，同埋佢嗰邊，即係去過一次，你會覺得值嘅，不過比較貴咯，搭程的士上都差唔多百幾蚊，差唔多200蚊，係咯。咁到時大家想去嘅就話聲我知啦，咁就教一教大家點樣去咯。啊！大家有冇留意到個天咧越嚟越紫色？係，見到三個顏色啊，色紅色、紫色，同埋個天開始慢慢藍。咁所以係好多得意嘅。早晨，早晨，Sava 早晨，搭三啦，咁就開始應該會有啲更加似陽光嘅色出嚟。今日都幾大霧，我哋望落去樓下咧，都會見到一陣霧喺度。咁希望今日順利可以睇到個日出啦。始終大家都用咗2個幾3個鐘嘅時間上嚟呢邊，又凍咗成晚，咁就唔好意思啊，有啲手震，因為真係比較凍啊。同埋咧，我聽我個朋友講啦，佢喺呢度睇過個日出咧，佢上嘅時間速度比較快，可能貼近山頂咧，你睇嘅景觀又唔同，咁佢個升嘅速度就升得好快。
唔可能真係一瞬間嘅。成個天都開始慢慢唔同，紅色嘅紫色嗰陣雲咧，開始慢慢變成紅色。睇唔睇到？唔係任何效果，我就直用 Facebook 嘅直播啦，所以就冇任何特殊效果喺上邊嘅。或者可能有機會有得整咧，但我唔識整啦呢啲，係啊，咁可以到時搞翻我啦，因為嚟緊都會多啲片啊，嚟緊會可能拍兩段片，一段就係 Happy Hula 啦，另外一個就係 Kickman HK 啦，試食片嚟嘅。咁同埋揾咗一個妹妹仔幫我做一個 mask 嘅片啦，咁到時可以睇翻，我會幫佢打格仔啊，我會打馬賽克，係啦，喺佢個頭上邊咧，但係會 show 翻啲效果俾大家睇。係啦，氣肉嚟啦，兩隻手揸穩啲。其實最緊要大家係咯，可以睇個日出，好似有個希望咁樣。頭先都有講過，要每一個日出都有個希望啊，每一日都希望會比前一日更加好。同埋始終生存緊先可以繼續延續自己夢想。擺延續自己想做嘅嘢，所以大家都要加油。冇病冇痛先係世界冠軍啊！差唔多開始啦，越嚟越清晰啦，嗰啲色。應該係呢個位，應該係呢個位。個鏡頭喺邊度？唔識字，應該係呢度。個陽光應該係呢度出嚟。其實咧，如果去元朗咧，元朗都有一個位冇咁難行。其實搭的士去到就係南新圍嘅一個魚塘啊，叫做元朗嘅日出天空之鏡。咁佢影咧係影喺個魚塘嗰個面度啦，佢好平靜嘅時候咧，反映個日出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奇景嚟嘅。我諗好少人會提出去南新圍睇，可能大家都想行下山啊，或者接觸更加多，即係嗰啲有付出嘅人落先係人，有付出嘅人出先係人出。嚟緊會多啲片係啦，再睇一睇啦。最近你會留意到我哋做好多直播，亦都同緊好多網店老闆啦去傾，睇下有冇啲咩特別嘢食啊，會去幫大家成功爭取咁樣啦。係啊，起碼一定快過
争取西湾河地铁站先啦，系咪？唔会起好咗先至争取嘅，咁我系争取紧，希望就成功咯，打动到班老细啊，出多啲新嘢俾大家试。同埋咧，告急下先，其实教育路咧好多间网店都唔系好顶得顺啊，如果可以嘅就帮衬多啲啦，去帮衬下佢哋。始终呢个时势嘅食店，唔系一个好时机啊。咁我又唔想大家少咁多好嘢食，咁唯有喺度呼吁同埋帮佢哋告急，希望大家会多啲去食啦，即系好似日常料理啊、珍奶啊、1523啊、1987啊嗰啲都会比较少人啊，德国热狗就更加系啦，德国热狗啊、面屋五啊。没有人啊，嗰啲其實都比較少人。希望大家堅持到去，係咯，堅持到，繼續支持我哋。始終呢個都係未緊不多嘅一啲選擇，投票冇得揀。用唔用安心出行冇得揀，打針冇得揀，唯有一樣嘢就係食飯，暫時大家都仲有得揀。喺有得揀嘅情況下就珍惜啊，好好珍惜翻有得揀嘅時候。係啦，都話喺呢個位啊，隊手指唔見咗嘅，喺呢個位，隊出啲啊，仲喺呢個位，個太陽會喺呢邊出嚟，你會見到係零舍光嘅嗰位。夜晚冇瞓，把聲開唔到啊！係啦，而家搭五啦，應該開始見到太陽頭。啊，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一啲咧外賣嘅小食店啊，譬如熱狗啊、多寶啊。熱狗係兩間，三間熱狗都比較正。跟住飲品店啊，即係珍奶啊、茶星人啊、花斑茶社啊，嗰啲都比較正。醋頭家都好正，其實醋頭家正咗好耐嘅啦。係啦，行過總會有頸渴嘅時候，就幫襯下啲飲品店。我今日行山，我都特登去買咗杯草頭加，跟住上到山頂飲。誒，草咧係有解攰啊，即係令到你個人嘅疲勞值咧比較降低少少啦。咁所以如果你翻完工，攰攰地，咁啊最好飲杯草頭加。哎呀，開始眼瞓，好啲，老啦，年紀大呢排。呢排都係咁，個人開始容易攰咗。
日日出係好靚嘅，我個人就偏好日出多過日落嘅。同埋你睇個日出咧，其實好似望緊一個海，可以令到你個心情平靜，同埋好舒服。啊，幾多人？唔係講笑，真係好撚多人，唔係真係好多人。所以我光顧光個光污染都比較嚴重，你會見到行山嘅一個咁細嘅地方，萬一支電筒其實都令到個山頂會發光。所以大家如果去呢啲地方嘅時候，就盡量打走下啦，用翻啲冇咁強光，即係上到山頂可以用翻啲弱光嘅電筒，你就盡量用翻弱光。因為始終咧咁黑咧，打上嚟係靜嘅，但有啲好光嘅電筒喺度照嚟照去，又會影響咗個心態。其實有啲機會只係你而家望落去咧，就知點解我話有啲機會。其實成個山都一陣朦咗嘅霧啦，喺度，所以我哋期望下啦。啊，等下呢個日出係咪真係成功俾大家睇？可能有其他唔同嘅日出咧，今次睇唔到唔緊要，我會盡量即係喺身體許可情況下，我都會盡量去多幾個地方咧拍啲日出俾大家睇。接下来一个人，这个都会带他们一起的，对。天哪，疯了！手软手软，我换一换头先，等等，会有啲震。唔係，都真係有啲。而家望落去個樣就比較似日落嗰個 feel。趁而家啦，冇乜人，人少少，問下今日大家諗好食邊間早餐未？阿玉呢排都比較靜，可以如果未諗，可以試下過去阿玉度幫襯。你懂啦。千祈唔好好似我咁嘅，冇带衫上，真系搞唔掂。哇！个飞机喺中间飞过，应该睇唔到大家。
唔準時喎，個太陽。可能真係太凍，佢就罷工啦。可能太凍，佢就唔係好出。睇下睇多三日字啦，要出到嚟。咁而家呢個位係正東方嚟，我影住個位正東方，即係90度。開始越嚟越明，慢慢淡。啊，見唔見到鹹蛋黃嘅太陽咧？我換手會比較頻密，因為真係好冷凍，係好凍。有一個 feel 有少入咗冷凍房嗰啲，開始講啦，我保住咗個太陽，等緊佢升啊嘛，咁希望太陽上咗去嘅時候，俾翻啲温暖我啦，真係好啊啦。
嗱，仲有10分鐘，仲有10分鐘左右，到時就大家自己飛翻啦，會有重播去睇翻，咁就到時自己睇翻幾多分幾多秒啊。通常都係最尾嗰3至5分鐘就做個 ending 咧，可以睇下。有冇話？有冇話？點解你哋接？好凍啊！瘋狂換手，捽下捽暖隻手要。影完我就起身落返去上他，返到屋企我咪瞓到2粒鐘覺，因為約咗人11點鐘返鋪頭。而家個狀態係又凍又眼瞓，所以咧就估計我企高少少俾大家睇下，有一狀況咧，就係成片雲海啊，係睇唔到啊，見唔見到？今日好多霧，期望可以見到，見唔到都見到個影都好啊，今日真係好大霧。個個都話好凍，我都好凍。睇下先，唔通佢真係唔記得再起身？就4分鐘啫。講多4分鐘唔出嚟喎，地等多3分鐘啦，等多7分鐘。如果佢都再唔出嚟，可能就 off 做個 live 啦。有少少見到啦，開始上緊啦。我哋目光又見到開始有個太陽出緊嚟，我睇下先。
放大器俾大家。開始見到太陽邊皮咧，慢慢升緊上嚟。今日有啲機會睇到個教訓，見唔見到？這個位置有個太陽開始升緊上嚟。我俾翻照俾大家睇下先，開始有個頭啦，開始慢慢升緊上嚟。我放大少少俾大家睇一下。好似放到最大。咁樣可以睇得清楚啲，係啊，我放太大，像素差咗，咁樣咯，大家睇翻呢個廣度啦，出緊嚟嘅啦，出緊嚟，幾好幾好，咁都睇到啲。大家都幾好玩，升緊上嚟啦，升緊上嚟啦，真係好邊皮，咁樣睇到啊！啊！好少，好少啊！慢慢升緊上嚟。誒，咁我就俾大家靜靜地欣賞啦，我都一齊睇。对焦不多，重新再对焦先。始终用紧部比较差嘅 iPhone， 所以对焦有啲麻烦。其实你都见到好大幕，咁佢哋都难对焦。其实而家如果睇翻咧，成个镜头咧。是很藍色的，如果親眼見到的話，那個鏡頭是很藍色的，看到很多霧在下面遮了，那個能見度其實遮了很多附近的島啊，附近的山這樣。慢慢升緊上嚟，月光啊嗰、那個嗰條線啊，大家會睇到。
係有一個天都好靚，好藍色啦、啊。係，但係我而家手頭上用緊部 X 咧，其實影嘅相片都唔係好靚。咁就將就下啦，短期內都唔會有錢換嘅。啊，將就下。有盡量咧，盡量做啲拍啲靚片俾大家睇。有有少少前仙境嘅感覺啦喺度。個天又開始白曬嘅，咁嘅太陽咧就應該會晚星出嚟，始終呢邊未睇過，都第一次見到咁大霧。唔通今日太陽罷工？冇理由啊！咁耐都唔出嚟啊！唉，趁佢未出嚟，我影多次個環境俾大家睇，見唔到啊？好似嗰啲山水畫咁，對面座山都睇唔清楚，望落去嗰陣霧咧，真係睇唔到，凍啊，好凍，行落少少，行翻停少少。好冻啊！
哇！全浸冇，完全睇唔到啊！再冇就唯有下次啦。真係好多。我都唔知佢哋，我淨係知你話要去爬山。好錯，可能拍到七點，部電話都開始唔夠九點。拍到七點冇咧，可能等到兩個字，睇下會唔會有。如果有嘅話，我即刻開翻個 live 俾大家睇。仲有五分鐘。仲有五分鐘。早晨，早晨。上面好凍，記住諗定食咩早餐啊！大家咁早起身咗，我先接了他。你黐啊！坐翻高少少。哎呀！黐有啦，黐有啦！個個都話準備啦。
有啦有啦，但係今日好好彩，就算好大霧都睇到有個陽光，有個太陽睇到啊！今日出嚟啦！出嚟啦！出嚟啦！大家等咗一晚啦，開始出嚟啦！希望出咗嚟啦！係啊，睇人出滯，同大家追尋呢個理念一樣，你越堅持，堅持到最後，總會有一個成果俾到。可能有啲人等到而家呢刻。可能有些人等到現在這刻就是欣賞到，可能有些人早了就看不到，見證不到，但有些人剛剛加入都看到，最重要是加入個time和堅不堅持到。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看日出很戇居，要早那麼久去看個日出，要早一晚上去走餐夢，又捱冬，但其實大家人生都是這樣，只要你堅持，總會有一個結果是好。大家加油，真的加油，是很靚，一出是很靚。是啊，剛剛有一位新朋友進入了來，其實現在看的那個是日出，在鳳凰山去看的日出，是啊，所以再辛苦看到這一刻都覺得很值得。沒人想到看不看到，正如見到這麼大霧，可能都有機會看不到的人。
我宣翻遠少少個景俾大家睇，你等我一陣。呢度見到其實係真係好靚。之前宣大咗，等大家容易睇啲。其實而家咁樣睇，配合翻個日出啦，一啲定點，希望捱到可以結束嗰刻。即刻想唱翻首唱。好似好笑，啲笑到咩嚟噶？點解人有冇啊？我佢唔夠先問我。好啦，我哋手機冇電，可能今日就到呢度啦。咁首先恭喜翻大家啦，睇到日出啦，同埋咁鬼早都支持我入嚟睇啦。頭先段片都好似講咗兩個粗口就。同大家道歉翻。望住個太陽今日係咁多啦，拜拜。